大家好，今日会介绍一个消暑健康又好味的甜品，就是健康版芒果大菜糕。大菜丝是一个天然又有益的食材，如果大家想知道它的营养价值，可以重温我以上这条片。不要阻大家了，现在就介绍材料和做法。材料有大菜丝9克、水750毫升、赤藻糖醇90克和芒果2个。首先用水将大菜丝洗干净，然后浸它30分钟至软身，预花时间煲定水，水滚了之后就可以将大菜丝放入滚水里面煲溶它。当大菜丝差不多煮溶的时候，就可以加上赤藻糖醇。赤藻糖醇几乎完全不含卡路里，亦不会提升血糖。如果对健康食谱有兴趣，可以看完我介绍的生酮系列。当材料完全煮溶的时候，就可以将大菜水过筛，将芒果切粒，然后放入帽里面。跟住就可以加埋啲大菜水，用风扇可以加快去风干嘅速度。喺室温凝固之后，放入雪柜雪冻就可以食啦。最后放啲金箔上去做装饰。哇，好靓啊！切翻嚿食下先。希望你们喜欢今次的介绍，诚意邀请你们订阅我的频道，喜欢这条片的就记得给个 like 和 share， 多谢收看，下次再见。